美国总统选举呢，已经系全球关注嘅焦点嘅，因为美帝啊嘛，边个做总统都会影响住全球咧嗰个发展噶嘛。你谂下，拜登嚟讲可唔可以连任，甚至特朗普咧可唔可以卷土重来？咁啊，拜登咧就经常讲错嘢，口误嚟讲咧，咁啊，令人怀疑到佢咧究竟个健康状况得唔得，可唔可以支持咧？即系你咁啊，做总统嚟讲咧，基本上咧，真系24小时工作噶，因为有时啲突发事件咧，即系要你处理噶嘛。咁你如果你健康状况唔得咧，咁啊，随时都处理唔到噶嘛。咁而家问题嚟讲咧，就话呢个拜登咧个民望咧就下跌，民望下跌，咁啊，自然咧即系话特朗普呢个民望啊上升啊嘛。咁啊情况之下啦，你谂下特朗普话之前咧做呢个总统嘅时间咧，嗱特朗普佢做嘅嘢咧，你真系估佢唔到噶嘛？估佢唔到，你谂下特朗普做呢个总统咧，佢第一时间咧嗰时咧又话同呢个习近平系朋友，跟住又话唔系反咗面，要同呢个中共计数。嗱咁嘅情况之下，即系话特朗普上翻嚟，即系如果呢个特朗普啊，假设佢可以赢呢个拜登喺白宫做翻呢个主人，做翻呢个话事人，做翻呢个总统咧，对呢个邪恶轴心肯定有影响嘅。甚至对盟友嚟讲，亦都有影响嘅。咁而家问题嚟讲啦，嗱，美国总统选举嚟讲咧，就搞一啲咧叫做咧竞选集会啊嘛。咁啊，拜登有拜登嘅竞选集会啦，特朗普亦都有特朗普嘅竞选集会。咁而家咧发生咗一段咧好震撼嘅消息啦。咁啊，特朗普喺呢个宾夕凡尼亚州举行呢个竞选集会咧。就遇袭，咁啊遇袭嘅情况之下咧，喂，香港嘅传媒啊，亦都广泛报道啦，世界传媒亦都系广泛报道啊，用即系用头条嚟报道啊，咁啊知道呢单嘢系几咁震撼啦。咁而家问题嚟讲啦，即系话传媒主流传媒有主流传媒嘅，即系呢啲咁嘅图片，坊间咧网络上咧亦都出现咗图片嘅，咁啊一见到啦，蓝色圈住嗰度咧就话咧。系呢个暗杀特朗普个枪手嗰个尸体，咁啊右手边嗰度咧就系呢个枪手同呢个特朗普演讲嗰个位置啊，即系嗰个距离啊。咁呢度嚟讲睇翻嚟讲啦，即系呢度咧，我将佢变翻做呢个中文啦。喺度讲到咧，即系呢个集会嗰度啦，有人试图咧暗杀啦嘛，呢个特朗普啦，咁啊枪手尸体，咁啊枪手咧就位于一个咧。仓库屋顶上边，嗱咁啊根据啦，即系呢度嚟讲，嗱呢幅图嚟讲咧就唔系我嘅，喺网络上咧就揾到相关嘅图啊，咁啊你整咗个即系呢个位置啦，呢、这个距离啦，即系枪手同阿特朗普演讲嘅距离，嗱咁我喺呢度咧就我整落去啫，嗱咁我用咧蓝色嗰边咧就代表呢个特朗普同埋啊保护特朗普嘅执法人员啦，咁红色嗰度咧就用呢个咧箭嘴度指住咧，就系呢个枪手啊，即系嗰个位置啦。咁而家问题嚟讲啦，特朗普遇袭咗之后咧，你谂下特朗普啦，一喺度讲嘢，因为现场直播啊嘛，佢即刻咧用即系听到枪声咧，佢就喺佢嗰个右手边啊，嗰度咧即系面即系嗰个右耳嗰度咧，就中咗即系中个枪啦，系话咁啊用嘅。右手咧就咁揞住，即刻咧就瞓低咗。咁啊情况之下咧，跟住咧有好多呢啲美国嘅即系嗰个即系执法人员咧，就向阿特朗普嗰边咧就行埋去啦，保护佢啦。跟住特朗普咧就起翻身咧，就高举个右拳啦。咁啊即系知道特朗普咧，佢嗰个身体状况咧就冇乜大碍。嗱咁啊情况之下咧，特朗普咧喺佢嗰个社交网站咧又发表咗一啲叫做声明啦。佢就话我要感谢咧美国特勤局同埋所有执法部门咧对宾州巴特勒冈发生嘅枪击事件做出快速反应。咁啊最重要嘅系咧，我想向集会上啊遇难者嘅家人咧以及啊另一名啊重伤者嘅家人咧表示哀悼。咁啊令人难以置信嘅系咧。呢啲咁嘅行为咧，竟然发生喺我们嘅国家，
咁目前咧对枪手嘅情况咧一无所知，咁啊他咧现已死亡，咁我被一粒子弹咧射中，穿过了我嘅右耳上部，咁啊立即意识到啦，出了什么问题，咁啊因为啦我听到啦即系一啲枪声咧，咁啊立即啊感觉到子弹咧撕裂。即系我皮肤，我发生咗，即系见到佢咧就话有啲流血啦，即系右手边流血啦。嗱咁嘅情况之下咧，即系佢可以起翻身咧，即系话粒子弹咧应该系擦过咗特朗普啊，即系右耳啊，咁令到佢流血。嗱，而家问题嚟讲，美国选举咧好多都系直播噶嘛。亦都可以諗翻起咧，呢個日本咧安倍晋三嗰時咧，亦都係啊，呢個叫做咧喺街頭演講嗰時咧，亦都被槍手近距離啊，咁樣開槍，咁啊連開兩槍，咁開第一槍嗰時咧，呢個安倍晋三咧冇問題嘅，仲要擰轉咧望住槍手，咁啊第二槍啦，向安倍晋三開嗰時咧，安倍晋三咧成個倒地，跟住搭咗喺度，跟住冇曬反應嘅情況，咁啊而家問題啦。嚟讲啦，呢度枪手同阿特朗普嘅距离系几多咧？咁坊间上边咧，网络上边讲咧就话咧系有130米嘅距离。嗱，130米嘅距离嚟讲咧，用肉眼嚟睇咧，基本上咧真系好啦，即系好远下嘅。咁用呢啲，你见到佢就话用呢啲追击枪咧，咁样瞄准啦，瞄准嚟讲，咁啊特朗普有反应啦，揞住块面，跟住听到咧嗱。即系好多下枪声啦，好多下枪声咧嗱，你见到呢边嚟讲啦，同埋呢边啦，即系话特朗普演讲嘅地方就呢个位置啦。咁呢度啦，嗱呢度啦，见到右手边嗰度咧，我用蓝圈圈住呢边咧，嗱呢个特朗普嚟嘅。特朗普后边嗰度咧，就有佢啲执法人员咧喺屋顶咧就持枪戒备噶啦，即系个保安咧已经咧就好即系好高噶啦。咁喺现场听到啲枪声咧，我估计咧就喺呢边啊，屋顶嗰度咧，保护特朗普啊，嗰啲执法人员开嘅枪咧，嚟将嗰个追击手咧就打低咗。嗱，咁而家嘅情况咧嚟讲啦，即系话美国总统选举发生枪击事件，咁啊嚟紧即系已经见到。画面嚟讲，喂呢啲总统选举嚟讲咧，而家咧特朗普嗰度咧喺呢度咧已经咁多咁高嗰个叫保护级别，仍然咧有人想暗杀呢个特朗普。嗱咁嚟紧啦，而家即系你个美国总统大选嚟讲咧，已经全球关注噶啦。咁呢单嘢咧，亦都咧引起全球关注啊嘛。喂，因为咁样嚟讲，而家问题嚟讲，虽然粒子弹。是真的冇对特朗普造成一个严重的致命的那个伤害，即是但是察觉见到特朗普呢，他即是他都面上面有些血的嘛。那来讲呢，你想想啦，跟住即是这个我想全球更加关注美国总统选举这些消息，个人意见独立思考讲完。